Thank you.
小白船的。
他们那个，他们坐的是小鸭船吧？他们那个有自行车的，自行小鸭船，自行车小鸭船。他们是用脚这样踩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是开的。50块。哇，好玩呀！小孩子要穿救生衣的，大人不穿救生衣。为什么大人不穿救生衣呀？不游泳的，小孩子不会游的。所以要穿救生衣吗？救生衣很重的吗？穿上了掉在水里，人就不会沉到水下面去。